齐总，早饭已备好。齐总，请慢用。小明今天表现得不错。齐总，今天有2亿项目，请您签字。哎呀，就这点小钱，不要来烦我。那项目还有8亿的项目怎么安排？那你帮我签了吧。哎，以后低于20亿不用过来找我，你们自己决定。好的。你怎么了？吃饭笑什么？嗯？啊？我龙虾呢？什么龙虾？就刚才那，我吃那个大龙虾，还有红酒。什么红酒？你神经病吧你？就这个能配上我1亿身家吗？不吃红酒了。小朋友。